好的，我们来看第九章剩余的部分。第六，说：“S 同台开 S 合台 Pro 台开开 Pro 台 S 合台，正好在这里构成了一个镜像结构。如果你在这儿放一面镜子的话，差不多就是形成了一个镜像啊。说 S 同台，这是个将来时态的 They will be，他们将会是。”他们将是谁？注意在这儿，why esa toy 那些最后的，the last 那些最后的那些末了的，但是它是一个阳性的情况，所以那些最后的人，那些最后的人，他们将会是最初的、最先的，broadway 以及或者而那些最先的呢，why broadway esa toy。倒过来，那些最先的会成为最后的。好，来看第七，Reese die mejor curios abo bandos ergo ponero kai sose esten basilean autu den epuranion。那这个词儿就跟下面这个词儿意思差不多啊，都是拯救啊、救啊之类的意思。我下面这可能你更熟一点，说 hurry say die，有两个重音是吧？这个重音肯定是从后面的 may 扔给他的。他将拯救，拯救谁？may 我，他将拯救我。主语是这个主 how curious，主将拯救我。abo 从 from，然后接属格，是的，bandos 它是属格，只是你还不熟悉的第三变格的属格。bandos 其实。形容词就在这儿，从每一项，every，因为是单数，就很多时候我们看成是单项，every，every，然后 ergo，每一件工作，然后 bonero，邪恶的工作，说 kai，并且 sose，他将拯救，再来一遍，拯救谁？其实还是我，然后拯救我到哪儿去？is into，then basilean，他的国。他的国，他的什么国？tin 再来一个形容词，epranion，epranion，a b 介词首先来一个，然后 uranon 或者 uranos，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变成了 ion，变成形容词版了，所谓的高天之上，或者是天国，天上的国之类的，他的天国去。来看第八，mainate ante。阿嘎贝，day a may，我们先在这里画一道啊，因为这句话很长。第一句话 may na day，其实这句话最重最难的一个词已经给你了。你们要停留在哪儿？n 的话 in day 阿嘎贝 na i day a may 形容词在这儿，什么形容词？所有格形容词，相当于一个 my。但它是形容词，形容词的话，它应该满足形容词的一般的。各种各样的要求，比如说在这地方作为定语形容词的话，如果你不是夹在中间，你放在外头，那你需要重复一把，构成 te 什么 te 什么的结构。字面上来写是 the love the my，当然翻译的时候不要这么去翻译，my love，说你们要停留在我的爱中，and if 接虚拟语气的情况很多，说 does and does。move 是我的，my，没错。要表示 my 的话，有两种不同的办法，对吧？一种是用所有个形容词的 my，另外一种则用一个属格的 my。说我的那些诫命，andolas 诫命，然后 teresite，teresite，其实这地方也多少是一个这个虚拟语气。看到这个玩意儿的话，teresite，好，你们。你们遵守，如果你们遵守了我的诫命的话，manate，你们将停留，你们将停留 ante agape mu，还是我的爱，你们将停留在我的爱里面。Gathos 就像是什么什么，Gathos ego das endolas du patrosmu de derica，就像是
ego 我 das and las 那些诫命谁的 tu patros 属格在这母我的就像我的父的那些诫命我已经遵守了 de derica 这里其实是一个完成式再来 kai 以及并且 meno meno 我停留 autu ente agape有点奇怪一般来说属格喜欢这么去写放在后头放在后头而这个东西它是可能故作强调把属格放在了最前面而我是停留在他的什么他的爱里面啊，更常见的其实把它拎这里来在什么什么里面在爱里面谁的爱在他的爱里面下一个 haute estin hei endole hei eme hina agapate aleilus kathos agapesa imas haute this 这说这是 estin is 这是 hei endole hei eme 跟前面这里的结构是完全一样的谁的爱我的爱对吧这位是我的诫命诫命在这儿我的在这儿形容词在这个位置又是个所有个形容词啊说这就是我的诫命 Hina 以至于 so that 以至于 agapade 以至于你们会爱什么 aleilus 彼此你们将彼此爱或者你们将爱彼此再来 gathos 再来一遍里面出现过一次啊 just like 就像是 just like 正如说 agapesa 我爱了 vimas 你们那样好往后走第九 autu gar esmen boi eima cdistentes en Christo Jesu epi ergois agathois hois proeidoimasen o Deus hina en autois peripateisomen奥兔跟刚才那个有点像就是他把属格又扔到了最前面去 gar 先放到前面去变成一个 for 为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因为什么然后奥兔啊，你如果觉得这个不是特别好看把它拉到这儿来拉这儿来 esmen 是我们是因为我们是首义谁的首义奥兔因为我们是他的首义再来 cadistendis 他说了被造的在哪被造的 n Christo 耶稣在基督耶稣里面被造的再来 ab 为了什么什么啊？很多意思啊基本意思是在什么什么之上阿邦说 ab 为了 ergois agathois 好形容词来了为了那些善功为了众善功所谓的 good 或者 kind work为了那些众善功再来 hois hois 的话是一个关系代词基本上等于一个 to which 或者 for which 带出一个关系从句来 pro a doimason 他准备了他预备了为了这些东西所预备的那样谁预备 o Zeus 神说 Hina以至于又是一个 so that 以至于 en autois 在他们之中 peripateisomen desomen 我们可以行以至于我们可以行在他们里面好继续第十 o agathos anthropos ek du agathu thesaru ek pale agatha kai ho poneros anthropos ek du poneru thesaru ekBale, bonera 其实只要你能翻译对前面的后面基本上就可以照着套另外的话 这句话其实也出现在了我的短训班里面、啊、说 ho agathos 定语的两个不同位置是吧一种方式是加在中间加在冠词和它的中心语中间说那善的人那善的人另外一种方式是把它放到后头去我放到后面去的话需要重复一个 ho啊叫 ho anthropos ho agathos 说那善人的话从 ek 介词
接蜀歌，都阿嘎苏塞萨鲁，又来一遍是吧？从那善的宝库、善的财富里面拿出 ekbalay， 拿出善来，或者拿出好东西来。阿嘎扎啊，显然在后面的话是一个直接宾语，应该是个宾格。宾格的话能唱一个小短阿的，一个中性版。如果是中性版，那就是好的东西。再来，该侯而那恶的、邪恶的人，能够从那邪恶的宝库里面拿出邪恶的东西来。好，来看第十一。All day, Jesus, apocryte, do dulo, hi endolai, do theu, bistai, kai agatai, u gakai。day 往前放，而类似于一个 but， 说 ho Jesus 啊，而耶稣谁啊 ？Abe crazy 回答，而耶稣回答对谁回答？都 dulo 对那仆人回答道，后面一个小点儿冒号加引号啊 ，hi andolai 那些诫命谁的 ？do theu 神的那些诫命 ，bistai 信实的 ，kai agatai 善的。不是 ，gai， 不是恶的，这地方是少了一个 be 动词啊，少了 be 动词，那就算没有这个 be 动词，没有那个是，在后面的这一堆形容词前面是没有重复这个 hi 的，没有重复 hi 的情况下，那它就是表语，所以翻译成什么什么是什么的，是什么的，而不是什么的，这就是我们形容词的表语用法啊。好，毛总 ，ante。Treite himera, hoi poneroi excelson, ec tu oiku tu theu. Ente treite, treite 是 third， 啊，形容词在这儿。虽然说你说它是个数词也可以，不过作为序数词的话，其实跟个形容词差不多。在第三天的时候 ，hoi poneroi 那些恶，好，没了，阳性，所以是那些恶人 ，evil men。那些恶人 excelson 啊，出来出去，从哪出去 ？ek 再重复了一遍前面的这个 x， 其实从 to oiku， 从那房子 to theu 神的房子，或者说从神的殿里面出去了。十三 ，oi ofthalmoi mu epi tous bistous oi ofthalmoi 谁的眼睛 mu 我的，前面就是眼睛，说我的眼睛在。那些信实的人身上，为什么是信实的人 ？tous bistous 形容词，但是它是阳性，所以是指人，那些信实者身上。ap 后面跟了一个这个宾格出来，继续 ，en dois logois David dois es hardois。Estin ho arismos hui on leo yi apo eiko sa e tus kai 没错 kai epano 说 en tois logoi 在什么哪些话语谁的话语David 谁的话语大卫的、啊、很显然能够以一个 delta 来做结尾又是外来词变革不完整或者说它只有这一个形式、啊、那你得通过上下文来确定它是什么格在这里显然是个属格说在谁的话语当中在大卫的话语里面、啊、而且是大卫的什么话语里面 twice as hard twice 刚才出现过一次、啊、第六翻译的第六题就是这个最后说在大卫最后的那些话语里说Estin 这边上来 it is、啊、什么什么 is 之类的或 arismos、啊、数字数字 arismos 好谁的数字 Vion 儿子 Vios、啊、Vios 儿子们的数字什么的儿子留意再来一遍再来一遍跟 David 一样外来词立位人
之子的数字，立位人之子的数字，然后 above 从 from 从多少，说 egosa edus egosa egosa， 其实这个是二十，再加了 edus， edus 是年岁，年岁一个非常奇奇怪怪的这个第三变革的词儿，它的主格的话，你看着好像像个第二变革似的 ，ethos， 这个 ethos， 那说从二十岁往上，该以及 ebano 并且的两个东西的合并版 ，ebi 都有上的意思啊 ，ano 阿纳介词的阿纳。那这地方是个副词版，以及往上，就往上。换句话说，在他的最后的话语里面的话，立位人，这个二十岁及以上者都被数算了。来看第十五 ，nun gar egnon hoti forbei don zeon su kai uk e fei so。图有数图阿卡贝杜 DMA， 下面是稍微有一点点的提示啊，如果不认识的话，顾惜是吧，好家伙，说 Nun 现在 Gar 往前先放一放，一般来说是个 For， 说因为现在我知道 Egnon 我知道 Hoti That， 说现在我知道了佛贝说你敬畏东西用你敬畏神续强调一把你敬畏神，再来该 book 而不然后 efeso 下面有 efeso 你顾惜都会有数顾惜谁你的儿子而你不顾惜你的儿子。另外比较好玩的是他这里说到了他的直接宾语是一个所有格是一个属格，比较少见啊，一般来说得用宾格才行，但是我们前面其实也有说过有些奇奇怪怪的动词他可以用其他的格来作为他的直接宾语，说而且呢你不顾惜你的儿子，再来诉你的读阿格贝杜阿格贝杜，那阿格贝杜亲爱的字面上来看是被爱着的你的亲爱的儿子 DMA 的话后面得看跟什么格，后面 MA 的话是宾格，所以 because of me 因着我的缘故，那如果后面是接属格的话那就是借着什么什么 by 或者 with 的感觉，借着某种渠道，借着某种方式。第十六 ，Ginoskomen hoti eshati horaistin。Ginoskomen， 我们知道 hoti 知道的内容，提示下文啊。eshati， 出现过好几回了，我们在第六里面出现过对吧 ？eshati， 最后，或者是最后的时光了，就是最后的时机了，或者时间了。Model， hey Basilea， hey Ma。Ukasting uk ek tu kosmu tu tu hey Basilea 国度 hey ma my 前面出现过好几回，我的国不是出于这个世界。外头 ean agapate me das endolas das emas de reisete ean 又是 if 说阿嘎巴德，你们爱，显然这地方又有两个重音，没重音，就把重音扔到了这儿啊。说如果你们爱我的话呢，说 das 那些个 endolas 那些诫命 das emas 还是一样 emas my 我的那些诫命 derisete 你们将遵守，一个将来时态的，说你们将遵守我的那些诫命。第十八。一度 ，dedoka pro prosopunsu， 说
Seimerong den Zoen Kai Dong Zanadong Do Agathong Kai Do Gagong 一度，一度的话是一个小品词，或者说一个叹词，不是标准的动词，虽然你觉得看着有点像个动词似的。桥啊，或者很多时候也未见得非要翻译成桥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它被翻译成一个看啊，怎么怎么样，你也可以说提醒别人注意啊，这就是怎么怎么样。Dedoka，Dedoka， 你在非常晚的时候才学得到的东西啊，它是另外一类动词，在我们这门课基本要结束的时候你能遇得到。说我已经白 ，prosopus， 啊 ，prosopus 是脸 ，prosopus 是脸，在 prosopus 在脸的前面 ，su 你的，我在你的面前已经摆设了，已经摆了 ，semeron，semeron 这边是来个记号，记号。那啊不是 这个哦 ，sorry， 这不是记号啊。回头再说，那个评论区见。说 Den Zoen， 生命这个没问题。Don Sana Dana Don， 死亡，死亡。然后 Do Aga Don Kai Do Ga Gong， 那善的东西以及那恶的东西。Semeron 应该是如今、今天，或者当下，一个副词。回头查了再说。二是 Ho bis deon es don yon ehi zoen ionion ho de abeithon。再说不相信，不相信，那你知道相信该怎么说？说 do yo yo。Uk Epsedai 看见，看见，将看见 Zoen Alhe Orge 愤怒 Du Zeu Mene 差几个字 Ep 劳动。好 O Bisteon 其实是一个分词，拿来当了形容词，然后形容词又做名词用。那信什么什么的人信到什么什么里面去是吧？东用信到那子里面去，信到那儿子里面去的人，说那信子的人，哎嘿，他有 ，zoen ionion， 小心，还这是个奇奇怪怪的形容词。那前面本来是一个阴性，它应该是 ioni， 比如说 an 之类的事，那不会有 an， 它只有这一个德性，永恒的生命。那信子的人。他有永恒的生命。哦，得往前放。而，哦，阿贝松，那不信，那不信，那不信都有。哎，信，你看，不信谁？他也用的并不是一个宾格哟，而是一个语格是吧？说而那不信子的人 ，look， absedai， 哦 ，absedai， 他看不见，他将不会看见生命。Zoen， 而是 ，but， 来自于阿拉，哎，来自于阿拉，来自于阿拉。由于后面是元音开头，所以这个阿不要了，然后打一个省音的小撇儿。而，嘿 ，orgay， 愤怒。而 ，do seu， 而神的愤怒 ，many， 停留。他停留在谁？说 ，ep， 啊 ，ep。ap 又是这个东西在元音前面丢掉，最后将停留在他的身上，奥通 him， 而神的愤怒将停留在他的身上。好的，以上就是第九单元。第九单元完了之后，其实下面是一个复习，下一次我们来看后面的复习课，下次见。